嚯，这么多酒啊！嗯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我爸又喜欢喝酒，所以长大了出差出国，我都会带瓶好酒回来，算是个心理安慰吧。哎，这里不是原来是不是有很多酒？嗯，秦叔买了披萨，你怎么不上去吃呢？行月，这都是好酒，82年的。嗯嗯嗯，哎，你惊着了？你为什么惊着？我可能爱上你了。假话。谁说的？文叔说你受过伤，就算你真的爱上我了，你也不可能轻易说出口，所以我才不会伤他。是不是调的很快？荷尔蒙会让我脸红，心跳加速。荷尔蒙？嗯。真的跳得特别快，咚咚咚咚咚一直在跳。糟了，我好像真的触电了。我好像也触电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高振赫既然敢开门，就说明他做了功课。我觉得也是。哎呀，我还是去看看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觉得没事。哎，小高，哎呦，哎，我学好了，咱们就这个吧。吃饭就喝它啊！啊，走走走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我吃好了，文叔，哎，嗯，吃好了，嗯。